我很喜欢交代后事，很多事情我都看得很开。很久很久我都没有牵爸爸的手，要把之前没有牵到我的那几年都牵过来。人家爸爸手这么温暖，他很怕他拖累我。其实我觉得不会啊，因为我人生目标就是要让我爱的人幸福快乐。爱的万物论每周一到周三晚上11点，好好看看我。